睡着了。大哥，都绿灯了，一台小客车停在路口一动也不动。警方见状查看车内状况，只见驾驶在座位上昏睡。警方正要破窗时，驾驶醒过来，还一度想倒车逃离。警方呵斥打开车门，车内浓浓酒味，警方立即要求酒测。哪边喝的？喝多少？你自己讲嘛，好不好？酒精侦测器红灯狂闪，警方好说歹说要他到路边酒测，他还在各种撸。你现在如果再动，我就用强制力哈！麦当啊，麦当啊！不要动了，不要动了。我们干嘛？事发在10号11时许台北长安东路一段，当时男子不断躁动，不愿配合酒测，甚至伸手推进多次。喝酒啊？有没有喝酒嘛？喝酒开车对吗？但是那就公共危险了。你等下就是妨碍公务，你不要再推我。告诫无效，动手动脚，警方以妨害公务将其押至带回。酒测值竟高达0.9。酒测过程中，苏男意图离去，并出手推挤警方，测定酒测值高达每公升0.9毫克。全案以妨害公务、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。另外，在桃园，警方在路边盘查2名男子，其中一人趁远景不注意，突然弹起，全力冲了出去。警方见状也立刻冲上前追捕。夜路走多，总会遇到鬼，行不正，就算有一双飞毛腿，也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。记者刘志展、杨世旭、朱君毅，台北桃园报道。我是陈志根。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，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，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持续冲击火花，督促我报道真相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